哎，哎呀，为什么讲朱慕言感觉很像在讲某个人名？就是那个啊，是人名啊，是人名啊，是人名啊，啊啊，他是哦，好久的名字哦，这名字，他是跆拳道嘛，跆拳道的那个，对啊，啊，朱慕，错。太太代言过麦当劳啊！开麦当劳，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莫非是拿着弓在射叶妹？对，用这回就好了。那叶妹叫什么啊？你要用金刚剑，金刚剑。你剪他的皮膜。那你叫什么？他叫梦魇之类的。异魔，异魔，异魔，异魔是绿绿而已啊，没有没有他的本身啊，可恶。绿绿的，看一下从统计那边看，应该找得到吧？嗯，哦，对对对对，可是你找得到统计的页面吗？干什么？我记呀记呀，业绩不错，好干什么干什么？没有，我以为要发奖励，要发奖励了。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没有，这校长的校长的。我们是不是讲话也要变文言呢？太难了，我办不到，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那我今天就关麦了。我只记得偶然感情如色，完全忘记是什么意思。我要直接为数数额哦。那我要磨刀霍霍像猪一样，像爹娘。谁是猪？我。我哎，为啥自己？哎哎哎，找到了，他就叫叶妹。他是叶妹，叶妹，对啊，好不有趣哦，好可惜哦，好可惜哦。哎，杜宇就叫杜哎，杜哎，那我把右下角的显示开起来。哎，对，我要把那个声音的显示开起来，他在声乐那边。真的假的？我记得燃烧很好笑，我觉得他会很干扰哎。哎，不对不对，我按错了，按错了，按到退出游戏了，白痴哦。好，那我升级点你开始哦。现在变得好像宝可。好，我们在缺席的 Bobo 啊，跟杰克啊。是啦，不是啦 ，Bobo 迟到，迟到，他迟到啊，大家都看到。他维持，他维持，维持，维持。我看到有人细者伤了，有人受伤，细者伤。我的天哪，好痛哦！积水，积。水哦，好，那杰克那个还在排除问题，我们就先开始。等一下呢，好，伺服器我做了一些调整，应该会比较顺一点啦。哦，好诶，应该啦。啊，如果有卡的跟我说，然后 bug 基本上应该是都修掉了。嘿，干爹妈伺服器他们玩的还蛮正常的啊，辛苦。对，然后等一下九点的时候大家再来集合啊。啊，九点再来集合，所以今天有活动，今天有课程要上啊，有课要上，要筛检吗？什么课程？什么课程？请问，等一下，等一下，九点上课，九点上课，九点上课。我以为轮到我们这一个组了，快筛快筛，哎呀，还是九点，我们是要去打疫苗了。哎，没有，就说轮到我们这个族群来嘛。那我跟你讲，我要先睡个觉。好，好，那我要去睡觉。看不懂我的附魔术是什么东西啦？你的是什么啊？你的是什么？以度今宵，我叫做以度今宵。哎，酷三等，塞三等，素四等。塞是什么？塞是塞子吗？鱼塞的塞哦，鱼塞的塞子，塞子，鱼塞的塞，圆筒、蜂巢、金刚钻，什么东西？塞是水下呼吸的意思吗？防火听起来很帅，防火叫什么？不厌。哦，好帅哦，很潮哎。哇，这个耐久哦哦哦哦哦哦，耐久啊，呕什么？在呕什么？为什么要呕？在呕什么？对呀，哎，恶灵之类哦，这个家是谁？嗨，先嗨，消失诅咒，你们知道就说送你虞美人，虞美人，罂粟花。虞美人，虞美人，你被戳到哦！我跟你讲，开心了吧？如果还有幻雷下来，就是虞美人放电。虞美人放电，我的天！哇！虞美人，不要看，不要看。好了，送你虞美人，送你虞美人。好，谢谢。哦，我是虞美人。
你要当我的白冰冰？为什么会有白冰冰啊？我的天哪、啊，我头好痛啊！我说才开始五分钟，我已经开始头痛了，怎么办？累了，突然有点玩不下去。不生不生不生，生生不行。凶凶是什么了？生生不息啦！凶凶是什么？我在讲凶凶在讲什么？你凶凶怎么了？哦，呀，您身体为恙吗？我身体没事。好白话，突然一个，突然那么白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无恙啊！你要说我无恙啊，我身体无恙安好也可以吧，安好安好，你不然你要说容体欠安，哇，太高了，容体欠安，不行，我今天要把那个叫什么文言文翻译打开在旁边了，你懂吗？我跟你说有办法翻译哦，有这种东西哦，因为昨天跟乔在拍那跑酷的时候，然后他就开文言文翻译机。好酷哦！现在还有这种东西哦。文言，没有，我改回来了。哈，受不了！校长，今天不是文言文课吗？没有，你们学生要用功读书，校长已经是这个知识顶端。那校长可以帮我们翻译吗？对呀、啊。秀一句哦，shut up！ 哇，好潮、哦！哇，好潮、哦！这是什么语言呐、啊？好酷哦！我跟你讲，猴柱英文哦，他是西方来的人呀。还有精灵语，跟你讲哦，精灵语是什么？你说火星文吗？那我很会哦。他喝鸡哭。哥哥，你到底是火星语还是婴儿语？火星语，哈哈鸡，喝鸡哥哥，我挖肚子饿饿，好烦哦、喔！可以打他吧？我也很想打他，怎么办？就对，自从他拿虞美人之后就变这样，不知所云诸之。哎，你很会耶、欸，会。你很会、欸，哎、哦欸，你们以前国文成绩谁比较好？我最烂，我很烂，我也很烂，我普通，烂爆、啊。没有，那你应该就是好了。在我们这边普通应该就是好了。哎、欸，不好意思，我钓鱼钓到那个、欸、没有超过的桶，它叫做未恋之桶，我突然觉得有点太好。好，未成年。原来你喜欢尿那东西，危险！我不行了，我要去按那个提高礼。哎呦，波波要告人啊！我觉得怪怪的，波波告知，哇，这个姐姐，我觉得这个姐姐有点危险。哎，都不是我的问题。哭攻双持哦，这么厉害啊！对啊，拿双攻。他之前不是就双持一阵子？他之前就双持。我真的是没注意到。因为他双持一段时间。啊，哭攻双持哦。啊、不是都双持弓箭吗？双持弓，双持弓，我自己还真不知道。啊我想说你们打副本，你们都知道哎、欸。我也知道哎、欸。我想说你是故意要给阿狠煞气。他上一次被打到爆装啊。哦。对，很难过。啊哦，人类没了。你让他想起来了。他的下界玄胸甲。下界弦，你是骂下界弦，下界下界哦哦哦，太难过了，下这次又卷轴了，下界卷，太难过了，嗯，我要拿这个给你们看，你酱油讲话吗？酱油真的没有，没听到。白痴哦！他从一开始都没声音。对对，哈基，嘿。你看，如果有人讲很烂的话，你就可以拿这个喷他。你看他的名字。什么声音？我等一下，我要切回文言文。我要切回来。对对对，我要切回来。我要看什么东西？讲出来。噼里啪啦碰，这个叫做虚喷剂是什么东西？虚喷。虚弱药水吗？它是虚弱药水，它是虚分。喂，有声音，有了。哈，所以我刚刚是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十分钟。对啊，对。什么东西？
我就是很好笑，还是虚喷嚏，就是语言讲很烂，就是那呜呜呜，那个拿来虚他，虚他，其实叫什么？超白玄奇顶级，哎、欸，哇塞，这个颜色很奇怪、欸，缺三个，哦，再给你，你又掉到了哦，哎呀，我刚开场掉的，也太强了吧，我猜就叫鹦鹉螺壳，它没有变化，它没有名字。鹦鹉螺壳这应该也是翻译过来的吧？也是啊，以前也不知道鹦鹉螺是啥。嗯、对，哎、欸，这也是很后面的。虽然它是活化石。鸟背。鸟背。鹦鹉，鹦鹉跟螺吗？鸟背对啊，鸟背。OK， all right， 分开解释。爆爆爆爆！没拿到武器。欸、你看，回太快。你把那个哎、欸、强化卷轴吊起来。你要这样想、欸、也是哦。然后他苦力怕翻译叫怕，没有了，怕怕叫怕一个字，那他爆炸不就变怕爆？对吧？怕爆，怕爆，哇！右下角怕爆声，怕爆声那个蝙蝠，那这样蝙蝠要叫怕哦，叫它三颗金刚石。金刚石好好哦，金刚石、欸、你很会掉、欸，是不是？我之前好像看到脸书有人分享，好像这个东西好像原本是有人闹着玩去丢的，啊，结果是被人家用出来，然后结果官方就通过了，然后他们也傻眼了，很猛哎、欸，腐肉叫做、哦、啊，腐肉就叫腐肉，没有。好、哦、没有诚意，不然你要取什么污秽之肉？尸肉，尸肉啊，尸肉！我觉得尸肉还不错，尸肉还不错，尸肉还不错啊！吃肉是，吃肉是，肥无德师，哇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是要背课本了，是不是？我的天，吃是肉是，我只会磨刀霍霍像猪一样，我没有。灵力补器是什么？等一下，修补、啊哦、我钓到哎、欸，你不是说钓不到吗？你哎、欸欸，哦，没有，我拔掉了哦，哦，所以还是丢了这个，是不是？你说给干爹扶，干爹妈扶不行，但我们这边可以啊、哦欸，太棒了，吓到了、欸，不是啊，因为你知道他们真的很狂，他们都可以马上就可以用出所有干爹好用的东西，真的很夸张，因为真的很好刷、啊，时间呢、啊，时间的时间，他们时间长啊。对啊，你把那个白天、哦、那一块的一天时间跟那个现实一样的话，啊、那他们应该太难了啦，那个好累、哦。那个猪位记得还是可以买乐透啊。猪位吗？啊，猪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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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小雨，借风，乐透这里，必将报答。真不愧是中两次乐透的人。他上次没开麦。杰克回来了吗？他回来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他在处理，他在处理。他说：“稍等他一下。”谢峰，谢霆锋，谢霆锋，安鬼啦，谢雨清。哦，这个是谢谢小雨的意思吗？哎呦，哎呦，我的天哪！天哪！天哪！真是陋室，唯吾德馨啊！唯吾独尊，哇！唯吾独尊，这个鳞是海龟壳吗？对 啊, 啊，对啊，这个掉到的东西都是我修改过的。哦，看啊、哦！小雨不管在哪里都在挂钓鱼，太强了！你在哪都在钓、哎？对啊，你在哪都在钓，又在未炼之瞳了啦，炼瞳。哦，你练头哦，你练头 哦，要再爱再心灵吗？哎呦，你怪怪的，小雨，为什么？我还能钓到未炼之体。哎，请问说钓鱼跟幸运无关，对不对？啊、有，现在有关了，有吗？那我换衣服喽。对，好，换衣服了，跟身上的有关了啊、哦。对，哦，那幸运变得很有价值嘞，感觉上。对啊。不管在什么上面。嗯、你干嘛？你干嘛？不是想偷袭别的东西吗？对呀、啊，站在我前面。
我想看一下，他想看你的位恋之瞳长怎样。我想看位恋之瞳。哇，好抓到。哇，位恋之瞳，耐久三等。他那个海洋祝福是不是增加钓到鱼的几率啊？增加钓到宝物的几率。宝物吧。你要鱼要鱼饵啊。嗯，对，钓的快的话是鱼。那有鱼饵又有海洋祝福。有啊，有啊，都有啊。怎么了？你想要一杆吗？没有啊，一杆是什么？需要一杆进洞吗？我要旧情，我要旧情。一杆旧情，哇，旧情，明明就是什么之眠的鬼。糟了，我有，哎呦，我是未炼之铁，不是铜，是有。美金一度金销，美一度金销，一度金销，哦，一度金，一度金销。没有，你不觉得夜妹的叫声很像宝可梦对决？还蛮像的。夜妹富强，夜妹好，夜妹急。僵尸声明，僵尸声，坏坏之声。他要说什么？他声明什么？声明说，我也只有僵尸拳。有没有看那个吗？这右下角那个有啊，有啊，有啊，那要看啊。看起来太强了吧？强啊！食物，猫熊。名猫熊名，好像名字怪怪的，团团的，哎呀，没有你怪怪的，嗯，哦，整理箱子真的是好烦哦，你看起来很开心，箱子也要好闲哦，绿宝石，祖母绿啊，它是祖母绿，蛋呢？等一下，这个。哦，原来这个是、啊、这边突然多了一堆地板门是哦，那时候杰克你们在弄的时候多的，对不对？对啊，多对啊啊，他们在偷窟啦，反正底下那一层应该也看那个、啊、上面那一层不是也可以弄，哦哦哦哦、把它清掉、欸。阿基你好猛哦，你把它丢掉，怎么了？我很猛，谢谢。我掉导爆卷哎、欸，没错啦。哇，完了！今天王位搭两个小时都在这了，搭两个小时都在这了，怎么办？我不能讲出来，没有啦，没有啦。啊！你怎么讲出来了？啊！你怎么讲出来了？完了！刚刚是效果了，哈哈。我觉得是他繁星的幸运装有差哎、欸。我也觉得他说只能使用加一到加三呢。喂啊！没有啦，好像有限制。没有啦，没有啦。他刚刚有稍微显示一下坐标、欸，他说对他有闪一下，哎、欸，又有了，找到了，有人找到了 ，BOSS 抗性。哦，有人找到就会那个、哦，要有那个，嗯，同时存在，哭啊，可能血量没有刷掉，17376，他不是两只刷掉，是保留最后出现的那只啊，哦，刀流173，我要找猫衣商人，猫咪商人，猫衣商人。猫医，这里，猫咪商人是噼里啪啦碰，爱路之类的吧？啊，爱路之类。对、哦，我今天去宠物店啊，然后看到那种品种猫，真的超贵。你好，被我砍了一下，对不对？品种猫，品种的啊，纯的那一种，啊、超贵耶、欸！你知道聪明一只要多少钱吗？多少？三万。聪明一只要28000耶！啊，贵啊！哎、欸，他快要。他快要大于一个人的那个了、欸，超贵、欸，大于一个人一个月的钱。杰克，你们家是布偶猫吗？啊啊啊！不知道是什么猫啦，我不知道啦，看不出来什么猫啦，但我知道它是猫而已、啊。它会喵喵叫啦。你们家乌冬，你们家乌冬，我这是布偶猫吧？还是我记错了？哎、欸，知道。它会咬蟑螂是什么猫？什么猫都会吗？我真的捡到这个，猫、欸、来啦！猫，不要、哦，捡到什么？我跟你讲，我就是在宠物店也看到布偶猫，布偶猫一只是50000哎、欸！哦，哇哇哇！我是觉得不要去买，真的大家不要去买，平养代替购买就好了。对啊，真的。哎、欸、，Tommy 结扎了吗？啊，还没，因为原本是要约，大概这个时间要去，就一起哦，一起爆炸。那、啊、万一生的话，你有打算？应该只有一只啊，这一只要怎么生啊？如果真的生出来，那就真的没有。你要想，猫会无性生殖啊。我觉得有点恐怖哦。这里生出来，这它是谁的？等一下，然后发现不同花色、不同品种，有没有？完蛋了，营养越来越爆爆爆！
我跟你讲、哎，真的有一些那种流浪猫真的比较可爱。有啊，也比较皮啊。啊，怎么有个人钓到墨鱼是怎样？我已经钓到好多只墨鱼了。我也钓到好几只、啊。是有一个杆子拉在墨鱼上面，噼里啪啦，直接挂网，直接钓在墨鱼上。对，难怪不上钩，有没有？酱油啊！你在钓墨鱼哦、喔？你没有在钓鱼了、欸，你的钩子已经卡在仙人掌上面，你知道吗？仙人掌，仙人掌。我想说，怎么这么久都没有人，都没有鱼上钩，都没有人上钩、哦、是什么？没有人鱼挂在墨鱼上钩，什么人都没有人上钩，小鱼上钩，终于有人发现了，上钩上钩上钩了，钓到钓到钓到，后来哈哈我哈哈，我回来了吗？走。回来了，刚不见了，突然断掉、啊，奇怪，ADC 吗？没有，我刚刚是全部断线，一秒钟，哇哦，网络瞬断，有瞬断一秒，跟我之前那个一样，嗯，我之前也会，为什么会有小只的鱼啊？小小鱼，热带鱼吗？小鱼，小鱼啊，小鱼，小鱼、啊。小雨不是小雨啊，是小只的鱼，自己生的吧？哦，也太多了吧？那野生的鱼群吧、欸。如果有热带鱼，可以留一下。嗯，繁殖那个。目前没看到。我今天虫子只15块啊！哎呦，买了，还没有人去看吗？没有，没有，有人去看了。今天很认真。对啊。哎、欸，我掉强绿，要买，赶快买啊！附魔术叫翠灵本，听起来很帅。你掉强绿 哦？对，我打到强绿姐哦，你打到还是掉到？好扯哦！打到副本，打到副本哦，打副本，我以为掉到嘞。我觉得我等一下冲中会爆，我不要先第一个冲啊！啊，先别电血，电锁位置。我上次有一个不好的经验了啊！我的裤子啊！我的荷叶，剑，那是我的。我的荷叶，为什么？被炸掉了。哦。哎，我已经看不懂聊天室在干嘛了。怎么了？今天15号吗？不是啊，还有10天呢、欸。自体繁殖，实乃猎奇也。靠！正气国帝之家，令吾钦佩。钦佩是吧？原来是维维在聊天的部分、啊。维维聊天的，哇，厉害厉害，好强哦，好强哦！突然回到那个从前，突然回到从前是怎样？不然要怎么讲？鱼吃的人数越来越多、哦。我真的觉得我的国文造诣好差哦！我国文也是超烂那种哎、欸。我也是，我从国中吧，没有及格过了。你国中直接没有及格过哇？我也是啊，直接没及格过。真的我后面的东西完全不了解。哦、啊，嗯，好、啊，就放了吧。那个什么，个琵琶琴是国中还是高中啊？琵琶琴啊，琴琵琶琴，琴不是琴。啊，我想要学琵琶琴。琵琶琴，我要往学校也太古色古香了，也是蛮猛的啦。不过要及格要会弹琴哦。是琴啦，哎呀，有啊，效果啦，效果啦，琵琶效果啦。你讲琵琶行嘛，有没有？琵琶行。琵琶论喉高了。五经行有没有？琵琶论喉糖。所以你要考国文都要先吃个润喉糖嘛、嗯、然后你要叫一下然后你要说天雷天雷雄厚好了他们保护外喉咙啊美秀姐姐你们都好会啊被广告荼毒啊以前广告不是超那个现在还有吗现在没了啊没了就算有你们也我们也很也看不到啊因为我们就没在看啊对啊而且你们自从玩那个 Y、欸、那个防爆卷哦、哎、就自从买了那个 YT 会员之后也就没有再看都没有、嗯、完全哎、欸、真的买了就回不去嗯呀而且不要掉我不要掉我不是啊都讲了我只是在抓鱼抓鱼因为练那个杀怪哦哎、欸、你要买通行证哦有些鱼要杀的话、哦，他的通行证怪怪的，要通行证哦、喔，对，要查一下。那个有某那些钓鱼、鲨鱼、宰鱼都要有通行证哦、喔。对啊，我想到之前那个钓鱼游戏，哈基骗我说买第一个就好了，结果我第一个是便宜通行证，
就把一条鱼什么都不能钓。没有，我钓了一个很大条的鱼起来，然后我就被警察抓走了。他就说啊，你这被抓走了。我说靠腰哦，你真的被抓走了？被抓走了。我怎么不记得这一段了？有，就是我们玩那个钓鱼游戏啊，然后我就说要钓鱼那个，就是等钓鱼星球。然后对，然后我还有一次是把那个耳装太重，我的钓竿断掉，你有印象？我没印象，我记忆不太好。好，就那时候就英文我看不懂，我问哈奇是买哪一个，他跟我讲说你买左边那个就好，左边就是便宜通行证，只能白天钓鱼，而且就比如只能钓一些便宜的鱼。啊，结果高级通行证晚上也可以钓，然后准门鱼都可以带走，就钓那个大鱼，我就想说带走，然后就跳出通知，他说哦，警察来抓你了，你真的被抓走了。欸，好坏哦，我怎么不记得了？好坏哦，直接怪人呢，欸！我的天呀，天哪，好坏啦！哈哈，不会啦，对不对？哈哈，我真的没印象了。哈哈，哈哈，好，所以现在是大家都在了哈。对啊，那我要来公布这礼拜新闻社的问卷调查咯。哎呀，你这个切入点好像很刚好。哎，哎呦，可以啊，可以啊，这个爆，哎呦，帮你配对一下，黄绿啊，原来是这样哦。哎，雨月，你我们是啊，怎么了？好，你先讲，没事没事，我看错了。好，那你们比较想要谁先开始呢？我先，对对对对，别我先从。先跟大家讲一下这礼拜的问卷调查，看一下我表单写了什么。你表单写了什么？哎，新闻社的，新闻社的，新闻社的。没事啊，没事，出事了，出事，死不了啦，死不了啦。狗仔来了啦！狗仔来了，你要去捷报？我是捷报，今日捷报，今日捷报。那捷克要报道，捷克爆炸了。七月初就是开始各种的暑假强档电影上映了嘛，鬼门开啊。就来想说，那我们这次的问卷就是英雄电影，就是如果讲到，我真的少打这一段呢，好尴尬哦。我本来都会写好的。稿子没写好，没事。稿子没有写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一次，再一次。那你要你要算了，够了。那我就直接问了，你们比较想要先知道谁是英雄还是谁是魔王？我觉得可以先知道英雄好了，英雄吧，先知道英雄吗？对啊，先英雄。本来就我本来预计就是大概只会有一个英雄跟一个魔王这样子，然后公布就是两个。但是呢，我们的英雄有两个人，真的假的？等一下，先还是先讲一下题目嘛，因为观众毕竟不知道我们问了什么问题，什么东西。哦，对，就是我们。不，这没有写好前面，我忘了写。就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轻松高校里面的谁会拯救世界呢？拯救世界的英雄是谁？然后另外一个题目是，那毁灭世界的魔王又是谁呢？哦，嗯，对，然后我们的英雄有两个人，然后两个人都分别获得三票，很多哎，第一次跟刚姐一样，都是两票两票或者一票一票这样。嗯，但是这两个人都获得三票，第一位就是允月，高票当选。允月就是大家的理由，大家都是写说允月是公认的好好先生，路人好，就是被拯救一生，好人卡，是因为很会照顾人，然后一生平安，连路人请他帮忙打怪，他都没有问题。然后他的能力是 kick 魂啊，哎，很强哎，控场器耶。对啊，你直接说，直接催眠别人，让人睡着。然后他还有一个最强的技能，他的最强的技能就是他不怕蟑螂。哦，对，这是很强，这太强了，这一定是室友组起的，这是室友太强了，太强了，这太强，这太强。我觉得是刚那一位说太强了的那一位。没有没有，我不是写这个，我不是写这个。但是我觉得也很，但是我觉得很强。是我啦，记得，哈哈，我啦，哈哈，哈哈。啊，这就是我第一位允月，允月有什么话想要说吗？我真的蛮意外的，我还以为只是路人角色而已。要路人，路人直接被抓来当勇者，对。对，路人直接被抓来当勇者。辈分来个小说明的，一个路人成为勇者有什么问题吗？
哦，没有问题。月月主角哦，好像不错，可以写我月月主角。主角啦，我是吧？我脚比较大，对啦，主角啦，没事。那再来就是我们第二位英雄，我们第二位英雄呢就是杰克，耶！杰克我以为是魔王哎，我以为是魔王，你知道吗？虽然我要讲一下，虽然有一个人投了一票他魔王，然后他的理由就很简单，写两个字，写报名。对啊，我也觉得我是啊，我自己觉得好像恶魔的几率比较高一点，报名几率高一点，报名。对啊，但是杰克还是获得了三票英雄，然后理由呢、哎、是说虽然很麻烦，但是还会化身粉红杰克女仆，闪电拯救世界，这个变身的部分，这是技能的部分吗？然后他是粉红战士，所以你要有个美少女式的变身呐、啊，你要先唱歌才能变身，你要转圈圈发亮。对，我懂。好，没事没事，放心没事的。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粉红战士杰克的部分，那你有什么话想要说吗？粉红战士，所以我需要有台词了吗？你要有台词啊，变身台词啊。那聊天室的观众可以帮我想一个文言文的变身台词吗？文言文，文言文的，好了，文言文滚。啊，欢迎投稿，欢迎投稿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们魔王的部分。魔王呢，就只有一位了啦。啊，但是呢，这位魔王，哎、欸，没有，这位魔王获得了四票，超多啊！笑足。啊，我们轻松高效，大家公认的魔王就是我们的校长啦！我不是是我，哎呦，居然是阿基哟！完蛋了，完蛋了！你已经表现出你的能力的一部分了，你的能力的一部分有人写说是尖笑声波，爽团吧？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我写的？没有，我说尖叫声波应该是团团有这个能力吧？没有，不是尖叫，是尖笑，尖笑，尖笑。好，然后还有其中的理由是写，因为没有做过轻松才毁灭世界。哦，哎，我觉得这个理由很合理，对，我觉得是逼的，报复世界哦。完蛋了，这个应该是有愤世嫉俗的人。可是这个理由超充分哎，我觉得可以，我可以理解。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的强大的能力叫指令 All for One。哦，那个是杰克写的，杰克写的，是杰克写的吧？我写了，我写了。对啊，一听就是我印。好了，以上就是这周的谁是英雄，谁是魔王啦。哦，太压抑了，太压抑了。好笑。我觉得我是好好先生啊，我怎么会是？不可能啦！你没有这样讲的话，你绝对不是好好先生，你不是啦。可是魔王的票后面其实都蛮分散的。哦，真的假的？哦、是嗯。那你要讲其他人的吗？那个英雄的部分呢，其实繁星也获得了两票，差一票就直接、哦、差一票就当选了。对对，差一票就是333的局面了。哦，那我就是就可以组成英雄战队。对啊，三人组就可以撑起。哇，三人呢、欸？哎，预备，三人可以唱歌了，可以唱歌了。三五两寂寞，又要来了，又要来了。好羞啊！两个人能快乐心得直说，我记起来这句话了，我记。你再唱一次，两个人怎样？两个人能开心。两个朋友啦。哦，两个。哈哈哈哈哈哈！是瞬间打脸，打脸，瞬间打脸。不是两个人很不顺吗？两个朋友、啊，你再唱一次，两个人跟两个人呢？你跟两个人跟两个人可以给你用词。现在怎么突然变成 KTV 班了？有没有？要到什么？哎，钓到一只美人鱼。虞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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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多艺人名啊，虞美人，对啊，其实蛮多的。有人要不行了，他干嘛啦？哎，后代，那等下你丢到水里面，不就挖特美人？挖特美人，完蛋了，完蛋了，哦哦。
干嘛、啊？不行了，等下小他要变大魔王了。我觉得他会因为这个事情变大魔王，比较有可能。我丢的龙源又失踪了，啊，龙源他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刚刚在里面游泳、欸、我有看到、欸。刚刚是几秒前，快点，我在找他。有点久以前了。哇，那就没了。他会不会游走了、啊？我在想啊，我去找他好了。啊、你们继续钓。他会不会在旁边游啊？一二一二水中。你们这边比较多玩具啊。但这么多水，他是为什么不在这里？还有很多吃的。对啊，杰克，你刚刚有没有回到啊？杰克，变捡到，搞不好有机会。完了，可是水里他应该不会直接那么快死掉的。他会那个、啊、假死一下，假死，还是跟我一样直接暴击斧头？哇，那白痴哎！就是你，我跟你讲，那已经不是暴击斧头的问题，那已经是就是我们身上装备的问题了，装备太强了。我也没看到，球好像也还是把小黄倒出来。小黄是谁？应该是把小黄倒出来。对啊。哦，你是说那个小鸡龙源吗？对啊。嗯。没看到呢。没看。嗯。走另外一条水道也没看到。对。那跑去划龙舟了。我要收真人死。嗯。你要刷妆哦。对，我要把我的衣服弄回来。对耶，重置时，重置时，都忘记你的重置时，今天15块哦，便宜的哦。我、已经有那个三条的了，现在增上去。真的哦，看看，钻石叫金刚石哦。对啊，对啊，叫金刚石。祖母绿，凭空全家你最绿。凭空。听起来不是很妙啊！你头顶绿绿，又进来，在这里，嗯，找到了，我拿出来了，没有那个，哎、欸，剩一只吗？嗯，没，有繁殖过，可是、哦、我记得它在桶子内放在箱子里，那时候是小只的，怎么拿出来变大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哦，那个它长大了，长大了，在箱子里面会长大哦。长大吗？它在水桶里面。对啊，酷哦，会长大，会哦。真的假的？我给你的那只它长大了。我记得我捞起来那时候是小的啊。哇，这只也是小只，好猛、哦。那你真的是在养宝可梦哎、欸？哇，好恐怖、哦！它在里面住着，然后它就长大了，这样。它当仓管，然后还可以。对啊。你是不是有带那个什么学的那个机器、啊？学习装置啊？对啊，你在学习装置。学习装。哇，没有，我放在箱子里，我都没带在身上，好不好？哦，没有啊，你知道吗？现在就是那个那科技进步了，所以有那种通讯远端化的远端学习装置。那、哦、其实有那个宝可梦可以打工啊，你可以请他出去打工啊，哦、就可以、哦。你说派遣是不是？你是不是在玩手游啦？對對對對對等一下，没有，是真的有宝可梦社团，真的有，后面真的有去打工，哦、不是魔物猎人哦。我想说，艾露出去打东西，派遣小队，嗯。天哪！那我要放一只出来，再让它生一下。我这边还有一只，我这边还有黄色的。我想问今天的、哦，你想问什么？运势吗？库里帕卷轴是不是比较高啊？有吗？哎、欸，没有，不是到。那我记得、应该说最原本你们当然很难打，对不对？后来我往上调了大概几倍，然后这是火道，然后我往下修，没有修回原本的那个倍率，没有修到那么低这样。哦，对，哦，我想说。变好打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说那个佛心校长，嗯，真的，佛心校长，佛心，多做点好事，让我抽到那个。希望你今天可以，希望今天可以中大，大卖集气，大卖集气，卖集气，你要说声加油吗？你需要帮你说声加油吗？不用了，加油。最近有点肥，那个不要油不要太多。那少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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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朗油，沙朗黑油，沙朗黑油，不要黑的，不要黑的，爱老虎油，爱老虎油。哇，你把自己逗热，自己逗热，你也太开心了，在烧搞
还不错啊，烧自己嘎子窝，我觉得很好笑啊。中间好，开心，嘿，哎呦，怎么了？这里，怎么啦、啊？跑走了，他觉得这边太窄了。我山等，要爬中水桶里面给你。嗯，好啊。对，那个生活技能可以点那个，直接点那个文字，看它里面各个属性的详细。哦、嗯，好，对。你是说到楼上去，然后再看详细吗？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哎、欸，等一下，是谁把我的龙源又帮我整理过了？谁那么棒？啊，我。你。我刚才想说把黄色放在右下角，等一下哪一个是哪个？哦，没有，只有这一只啦，这一只，这只是蓝的，蓝的，对啊，蓝的，就原本在这边爬，这只我把它收进去了，白的吧？哦，你又找到蓝的了？没有啦，不可能啦。哦，哦，就是青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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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那对我来说是紫色啊，它不是蓝的。对，我也是，我也觉得它应该是讲紫吧。对啊，我想那时候看到一个影片。有在加油，他说问多少，然后那个摩托车就说意味几把，意味几把。哎，我觉得这个要稍微懂的人才听得懂。对啊，是串好的啦，因为旁边就是架好摄影机，然后骑上去说七月几把，啊意味几把，意味几把，乱叫。我真的要把这边改，就是边边都一格一格的了。什么一格一格，就像我这样子啊，就掉水池里面，哦、对吧、啊？可以啊，乱七八丑了一点。哎、欸，你教师给的烟火不投不能推铁啊！分开来呀、啊，不能那个、啊。哈记牌的啊，啊你要分开来啊！把完了完了，免费的当然不一样啊！完了完了完了，我刚想说什么？我的身上越来越多那种一格的烟火。不要每一格都不一样哦，不要每一个啦，就是因为我刚才放进箱子里面，然后又怎么又多一个？哦，越来越多不同的烟火了。对啊，祖母绿，祖母绿，然后祖母绿又掉九颗了。我要传三个，好好好。哎，给，我要听宝宝。好，你要听我吗？你要听我唱的歌吗？听 ，P P， 不，你要唱那个歌吗？我的天、啊，我要跟发发合唱的哦。不爱我，冬瓜西瓜泥娃娃，我是罗密欧，那个我还没有点进去。不爱我，你是傻瓜。有要变身的，要变身啊！那个是那个超坏的咒语吧？我变高刚哦，变身魔王哦，还有咒语，变身国王不是高刚吧？开心哥，变身魔王啊？哦，魔王吗？对啊，大概是伊斯玛吧？对啊。哎，你这钓竿不用吗？那是我的声音吗？伊斯玛会变小猫咪，很可爱。不完成了，就耐久而已。哦，家园附近泡一下水，泡一下水，泡一下水。哦，你没有那个盖起来是不是？还没。好。哦，所以是先西瓜再冬瓜，是不是？都记错了。怎么呢？怎么连这个都会记反了吗？我觉得可以不用记这个东西了，真的啦。对啊。现在一叫起来就是这首歌，我的天！我只有在播这首歌的时候，聊天室才会有人。打问号，其他都在平台。我加在潜水。我今天就是突然播这首歌，聊天室起码一大堆，哎呦，好多鱼，一大堆都在打问号。聊天室好多鱼，好多鱼，好多鱼。你的聊天室是钓鱼池吗？你看深海渔场，上钩，就是要播这个歌，他们才会咬饵。对啊，才咬饵，傻饵傻到了。不会啊，你这个时候只要说你天真无邪、可爱、聪明又大方。我前有讲说我不想去咬什么天真，什么之类的。啊？为什么？是什么鱼？信鱼还是什么鱼？信鱼。信鱼。陈信鱼。杜宇是谁啦？陈信鱼不知道是谁。姓陈吗？谁呀？那为什么那个了？白痴哦！那志忠你知道吗？你们可以自己去，你们可以自己去估一下就好了啊。陈信宇吗？对啊，自己去估一下。好，我估一下，哪个陈啊？
沉下去了沉啊好不好沉鱼落雁啊有人名字没有比较沉吗哦陈信宇台南关田人生于台北，中华民国第三。够了，等一下，冲三回，朗读功能没开、欸，拜托。我的天，该掌嘴，该掌嘴。啊，我那这样我想起来了啦。嗯，还有啊，够了。好，想起来就好，想起来就好。你想掌嘴吗？没有，点到为止。你这不是点到为止、啊，你这不是点到，你是戳爆了，戳到了，戳到了，戳爆，两种意义上面的，脂肪的脂吗？我想到另外一个意义了，脂肪的脂哦，关键现在洞窟不好逛啊，不好逛啊，就很大、啊。那时候真的挖好久、哦，我真的觉得光是钻石就很难挖了，真的难挖东西。嗨、嗯，以前这十一层挖，有时候运气好就哦一堆，然后现在就是挖到现在要死要活，一颗一颗点点的，一到两颗而已啊，对吧、啊？所以现在反而钻石难挖哎、欸，真的不好。所以现在钻石其实，我觉得价值。感觉会比较高，变高了，变高了，啊！怎么了？你有想到什么奖励可以改？怎么了？没有，没事，我只是在看平衡，没事没事。哦，哦，我爸妈那个上个礼拜去打疫苗，然后就是，我要讲什么？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等一下呢？然后呢？您父母上礼拜去打疫苗，您说啥？您想说啥嘞？哦，反正就我妈，我想说啊，就是我先问一下嘛，就是因为不是通常都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就比如说对发烧啊，对啊，我就想说啊，他们打完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怎样？对对对对，啊，觉得还好嘛，这样。我妈说她还好啦，就是手臂上有一点。微酸痛，然后有点小发烧，但是没事。我都会发烧。然后，对，然后我爸，然后说我爸超惨。我说哈，我爸超惨，我爸干嘛？然后我爸发烧，然后四肢酸痛，很严重。然后小时候奇怪，我爸是也太健康了吧？你爸？因为他们不是有说就是年轻人就是抵抗力比较好的会比较容易有比较大的反应，对对，副作用比较大。哦，是哦。啊，你不知道、哦？没有，我不知道啦。这个是，所以是反过来就对了。对对，就是长辈的话，可能副作用会比较小，这样啊。如果说年轻人的话，就会比较严重。像我有同学，他就是他说他同事啊，就是大概25、26岁，然后打完是他说快一个礼拜起不来，就是发烧，然后肌肉酸痛很严重。那他是很严重的那种哎、欸，因为通常顶多就是两天的那个。反应好到躺四天，天哪、啊，好久。好像通常第二季的比较严重、啊。没有要我只记得好像要看厂牌吧，要看厂牌。厂牌有一些是第二季严重比较多，有一些是第一季不一样。嗯，都多少有。然后现在不是又说要混着打吗？没有吧，现在还没办法。有混打吗？现在还不行啊。说法都很多啊。说法很多。现在是国外可能有这样子，可是台湾现在还不行吧？我记得。台湾现在也你想打也没打。讲的好像很多选择不想要 A 第一季 A 第二季打 B， 我觉得 C 比较好吧。要选嘞，实际上呢，还挑啊，挑啊。小雨怎么都一语道破啊？我的天哪 ，Oh my god！ 一加加，你等一下会不会直接被抓走啊？没有，我是 Boss 加加 ，Boss 加加也需要的。哦，一加加，加加，我们打 C 加加。B 加加，我快死了，我需要有人来补。好嗎，等一下。B 加加，需要还啊？我去，我去。等一下，为什么？蹦！哦，有河豚，我要去放生河豚，我回补一下。好，你们去吧。
我怎么把杰克从水桶里面捞出来？我忘记讲咒语了 ，sorry。我把杰克从水桶里面捞出来、欸，厉害吧？屌的屌的！哇，又叫声！我怎么被吃猫的团团的？哇，琵琶碰！不是自己在那边放，你从我这讲一下，从我这讲一下。刚好接过，你们到底在干嘛？他们在做钓鱼场啊。对啊，你对对，你在那边这样就比较好杀。哈哈哈哈哈哈！我已经在面前了。哈哈哈哈哈哈！命案现场，命案现场。一发炮，一连发炮，我要死了！一连发炮，我打，我打枪，我打枪，我打枪，我死，我死。完了，两个勇者之间的战争。你爸爸，这个，我要死了。勇者内斗，我们没有参与里面，真没事。属下是轻松高效英雄内战。你爸爸，繁星啊！因为等下钱再给我就好。好。那噼里啪啦碰的瞬间，我还在挥刀。哎、欸，变出来！哎、欸，变不见！嘿嘿嘿，想不到吧？又一只啊！挥刀变不见了。来，杰克，杰克，杰克，这里一半。然后卷轴，我刚刚丢给你啊。OK，OK、okay, okay.。变不见。9 3 4 7 5有一只。哎，少个荷叶。谁？有，我刚刚看那边少一个。那个吧，刚爆炸的时候就烧了。我还没钓到，钓到等下去。猪，猪，猪，钻石真的太难挖了吧？你用钓的啦，钓的还比较快。用钓的比较快。用钓的比较快。我觉得你钓的算是比较快吧。上礼拜去挖矿，挖一颗99颗，没啥东西。上个�礼拜我半小时钓了5颗还6颗砖吧。上半夜一小时挖了9颗而已。老唐，你后面一点。哦，你说要把鱼钓那边啊、哦？对啊，这样比较好清啊。对，钓在洞里。钓鱼致富大法。对。想说剩下一点点时间就要9点啦。哦。要把鱼钓哪里？去钓一下。哦，你在这。我丢了蛇。那我去找那只。我找不到深坑耶。哦，阿塞，阿塞，在，哎，祖母绿的几率是有点高啊。祖母绿，我掉了23颗祖母绿了啦，表现、哦、太多了吧？哎、欸，我要再高一点哦。对啊，进不到很后面，要高一格，高一格啦，把所有弄好了、啊。鱼标发，鱼标发，怎么又？这是什么？这是忠诚吗？九三只刚刚那一只，刚刚那只吗？对啊，爆什么还是什么？那不是有一只93/7的、啊？在我这，在我这。刚那只，刚那只没死哦。那第一只死了，是第二只了。boss 升的几率蛮高的，还是那是之前的，没有翻到的。哎、欸，他卡住哎，哇，对啊，好爽。那他会掉东西吗？卡住了不是？啊，对对对，我忘记了。嗯，音乐。下手也是不留情的、哦。现在雨月不是伤害是最高的了吗？嗯，差不多，我跟杰克是差不多的。但是血量比他多啊。你是杰克的自备血量吧？我不在这，不在我身上。我刚刚身上多少啊？哭。哇！大放送。哒哒哒哒哒哒。有请观众，伟大的观众呀！再杀个夜妹吧。啊！你不是有？不行，我今天我要讲，我说现在不能讲脏话。阿弥陀佛，你讲一句脏话要吃一片姜片。我没有没有讲，没讲没讲。那不然你要什么惩罚？哎呦，刚刚有就那个啊，去当寿司吃姜片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讲一次吃一次当寿司啊，可以啊。哈？这是惩罚吗？哇！等一下。不是藏寿司的姜片啊，对不对？讲一次就是藏寿司吃一次他的姜片，然后要全部累积在同一天。没有啊，当然是分开来喽。哦，
没有，然后就好啊。哦，现在那个刚以为是僵尸，有外带，我就直接去外带姜片回来给你就好了。姜片，姜片啊！我统计出来了吗？啊、我真的不是想讲脏话啦！哎呀，真的是，嗯，哎，来左下角，好，好像文言文骂脏话、啊。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人有归类过，对对，有有有有印象。阿纪，你们的哎，等一下，正常好。白问，是不是全部人都断了？没有啊，只有你啊，断、啊、了吧？我还正常 ，RTC 吧，我的也正常。游戏 OB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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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哦，是没有红吗？没有，断了，断了，有有，我也红了，我也红了，我挖到钻石了啊！啊，我也断了。你们红的，你们红的是不是只有 YT？ 对。啊，那是 YT 那边出问题。YT 爆了。可是我没事哎、欸。等一下啦，等一下，这是我的。YT 我看正常。儿子是我的，我看正常。你们等一下，他们在处理。他说我目前无法使用直播功能。我是那个 YT 后台炸掉吧 ？YT 后台炸了 ？YT 后台炸了吗？哦、oh, ，小雨的正常吗？我自己的看是正常，他们有人说断掉，可是我看正常。我的是已经整个串流变成统计的状态了。没有啊，小雨不是也是两边，我是双台啊，我是双台啊，他们不是啊，我是直连 啊， 啊，对哦，他们俩他们都直连对啊，我就说差别是在这啊。对啊，我知道，我是说，因为我的有人说 YT 断了，可有人说正常。那个应该是他自己网络，自己网络爆炸，自己网络爆炸吧？等一下，对啊，你说那边跟小雨说，哎、欸，我你的网直播断了，我看你的 YT 怪怪的，没有，我看是正常的。啊，没有，我跟你讲，对不起，我讲错话，刚讲完那个，哎，这边的 YouTube 也是即时通讯中断。啊，真的假的？我是正常的。我看一下我的，剩有开 Twitch 的还在。对，我的也是正竞选，竞选卡住了。我的还在连线评级加、欸，我的还有超级留言，我的很正常，谢谢。你的还有超级留言，好爽啊！好爽 啊， 好爽啊！还有好爽啊 ！YT 现在怪怪的，可以先闭一下，等下再各回各家。我重整一下金钥，看看会不会比较好、啊。我觉得你可以试，可以试看看。用看后台